那到底要怎么追？配合他的生活步调。当然，我并不是泛指所有的摩羯座女生个性比较平淡，但是真的占大多数，会让男生觉得说，哦，这女孩子不是很好打闹，给的反应比较冷一点，或者是过度礼貌。所以你必须要适应这个东西，感觉难亲近，不会难亲近，可是你会觉得跟他聊天总是有距离在。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说摩羯座的心机很重？就是因为摩羯座不会把他完全的心袒露出来，所以会让外人觉得说，哦，他好像城府很深，有点心机。但是其实是摩羯座他本来的一个保护色。那要怎么打破这个保护色？习惯。摩羯座对习惯这个东西是非常难以招架的。一旦他习惯了这个人照三餐的问候，每一天一定会固定跟他聊天，睡前跟他聊天，对，问候他妈，问候他全家，总不能够开头就说你喜欢什么姿势。我弟说什么姿势，就是哪一种姿势？不是冷姿势。冷姿势。摩羯座女孩子，你本来就是要从朋友慢慢聊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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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在进入暧昧的阶段，要有耐心啦。但摩羯座喜欢一个男生也会蛮主动的，可能就是很常密你，问你在干嘛，代表说他对你其实蛮有感觉的。那你一旦没有在这个时候马上接触这个球的话，他可能就会消失。摩羯座女生也不会浪费在他觉得这个人没有心在他身上，对，或者说你不理我，是不是你有其他对象啊什么的？所以这摩羯座要有心。摩羯座其实是标准的外冷内热，他内心其实是有很多情绪，很感性的，但是他会用一个比较冷的态度把自己给包起来，绝对不会热脸贴冷屁股，他会先吊你，吊你，吊你。当你感觉到摩羯座对你好感，但他又不愿意承认，所以你就直接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那他可能觉得说你才喜欢我吧，或者是说你想知道答案吗？不能告诉你。当他回答说你才喜欢我吧，代表他喜欢你，对你有好感，类似。那如果他对一个人完全没有好感，跟他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他会怎么说？啊。